配 Rose 近日传出12月6日将发行首张正规专辑，十首歌曲都由 Rose 亲自参与作词作曲。 Rose 受了回归好消息，让 Blink 兴奋不已，这也是 Rose 的第一张正规专辑，收录的歌曲讲述了 Rose 自己的故事，将毫无保留向粉丝们展现坦率的内心世界。预告照 Rose 金卷发造型搭配嘟嘟红唇，侧躺凝视镜头十分妩媚，让粉丝们大赞好美。 Rose 也在 IG 兴奋喊话，不敢相信终于要发行我的第一张专辑了。去年一年的巡演结束时，就在洛杉矶参加准备专辑筹备的会议，在录音室的这一年和很多人一起创作歌曲，为这张专辑倾注了欣喜和泪水，希望歌迷都能透过音乐与我更亲近。